阿月，不枉我为了听你一曲琵琶，特意到此。 这里是个清雅小院，你个女人拦着做什么？谁说我是女人？哼！你没事吧，十七郎？哎，我说你洗个脚，怎么洗到井里去了呀？哎，刚才想救一只小野猫。 结果反被他挠了一下，一失足便掉进去了。哎呀，那种野性难驯、不知好歹的畜生，你救他作甚啊？是，确实野性难驯，而且诡计多端。